你见到呢光或者卡亲呢个光？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已经看到，已经无感了。身为一个男人无感，你知道是多么不幸福的事情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无感？因为也许他下半身反应很大，也说不定哦。好，谢谢你的解释。好，那准备好了吗？我们的 Baby Queen 正在来精彩的表演，给他们来点尖叫声。Yeah，Baby Queen。Charlie Sheen.